下午有个靓妹过来跟我相亲，我呢回去换个好看的衣服，你在这里帮我看好啊，要是看到带她到我家来，不然像你一样单身寡老一个，全村人都笑你。在这里看着啊。吓我一跳。你是来这里干嘛呢？啊，我在来这里找大头相亲。大头啊？你认识啊？肯定认识，同一条村的。这样啊，那你麻烦你带我去他家一下吧，我第一次来。可以，在这边。哎，不对，这边。哎，也不对，在里面。里面啊？跟这里小路过去，快点。到底在哪里？都走了两个小时了。那边。那边呢？不对不对，这边。这到底是哪边？那个朱拉那里啊。那个啊。啊，对。哎，那赶紧走吧。你别叫，寡老，有没有看到有一个美女过来相亲？没有，我在这里等了几个小时了，一个苍蝇都没有，一个母的飞过来。我让你帮看好了，怎么这个女孩子还没来我家呢？奇怪了，再等一下吧。你别叫，不看了。怎么还不来啊？这种女孩子不小心哟，我不管你了，回家煮饭吃。奇怪了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再等等。什么鸟人呐、啊？带我到那个山旮旯里面，走了一个小时才走出来，真的是。哎，你，就是这种人了，以后啊，再也不来这条村了。